停！跪！这个才人还不下跪，你不要命了？可是公公，刚刚皇辇里面明明没有人呢。见皇辇如见陛下，便是空辇也需下跪，跪下。哦。剑术果然无双，青雀自愧不如。老三，不如咱俩比划比划。使剑，谁赢了朕，朕就把那匹狮子鬃赏给他。一起来，下手是不是中了邪？没事。父皇，父皇的剑术简直是出神入化，想不到我们兄弟三人联手还是败了。这种话有阿谀奉承之嫌。青雀，你是战士不是刺客，别老想着绕到敌人背后再发起进攻。要知道聪明人往往总想走捷径，结果呢？聪明反被聪明误。所以希望下一次比剑，
能看出你下了些笨功夫。父皇教训的事，儿臣明白了。可儿，你的剑术是皇子里最强的，但是你的顾虑也是最多的。有什么好顾虑？父皇还没老，父皇输得起。所以下一次，希望你能竭尽全力。儿臣在父皇面前班门弄斧，让父皇见笑了。程潜，勇猛是好事，但是也得要能知进退。该进则进，该退的时候就得退。你是太子，又是他们的大哥，明白这一点尤其重要。儿臣知道了。知道今天父皇最失望的是什么吗？儿臣们又败了。胜败乃兵家常事，父皇不在意这个。父皇在意的是，你们本来有机会赢，但是你们心不齐，一盘散沙，各自为战。一场比剑尚且如此，那如果以后在军国大事上遭遇强敌外侮，你们就这样联手去迎敌？如果这样下去，将来父皇并天，你们要能守住大唐的江山社稷，那才是见了鬼了。儿臣知错。咱家看出来了，诸位都是五品的才人，再不济的也是八品的才女，受到咱家等下人如此调停，你们心中多有不忿。不忿也好，不满也罢，宫中自有宫中的规矩，过了今日体态复真之后，你们才能正式进入后庭。张公公，我们身为陛下的御妻，为何我们数十人住同一间厢房？侍奉我们每个人的太监和宫女又在哪儿啊？此乃后宫四妃之首韦贵妃定下的规矩，接下来你们还要学习女则等典籍礼仪，熟悉诸般宫廷舞蹈，要调教出婀娜多姿之态，春意盎然之心，方可进宫侍奉陛下。在此期间，诸位的待遇与寻常宫女无异。这也是一种历练，说到底也是为了大家好啊。